中俄舰队绕行日本一圈。中国国防部不针对第三方。10月17日至23日，中俄两国海军组织实施首次海上联合巡航。巡航期间，中俄联合编队经过日本相关海峡后，直接绕日本国土进行巡航一圈。中国国防部表示，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，不针对第三方。